这地方能住人？把你的箱子给收拾一下，快快快！听说你偶尔也会来这住哦。这是你元熙哥哥自己住的地方，你不要再乱跑了，把人家家具给弄坏。自己住？哎！哎，二楼就一个房间呢。哎呦，这是人家南希的私人领域，谁让你在这儿？哎，我可没有窥视欲。不过就一张床啊。那你留宿的时候岂不是？哦，都是年轻人，血气方刚，完全理解。喂，我是不是该改口叫你姐夫了？哎呀！你看看，自己刚刚不是躺过这个沙发吗？这么大还不够你睡的啊？好好的一个床不睡，干嘛睡沙发？我说你最近是不是飘了你啊？你连你亲姐的话你都不心想干什么？你那么紧张，心里有鬼吧？逃不过我零零后的火眼金睛。谈恋爱了吧？确定关系了？哇，这怎么随便一炸就炸出来了？我要跟邵总说，我不要在这当电灯泡。你们有监听，我要回家呀呀呀呀呀呀！